原标题杨幂离婚后，鱼儿小糯米有没有想妈妈前公公刘丹的回应扎心了。作为内地娱乐圈中的当红小花，杨幂与刘恺威的离婚至今仍在引发热议中。作为圈内最早结婚的八五后小花，杨幂曾经和刘恺威的恋情婚姻甜蜜恩爱令人羡慕，但是娱乐圈中的感情总是充满多变。结婚没多久，夫妻俩就传出婚变传闻，到近段时间宣布离婚已经可以说是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。自杨幂和刘恺威宣布离婚后，虽然夫妻已经和平分手，但是关于夫妻俩的纷争仍然不断。尤其是在夫妻离婚的原因上，刘恺威再度因为当年的月光剧本事件备受抨击，而杨幂近段时间则被卷入到了与谢霆锋等男星的绯闻传言中。可以说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无疑给两位当事人造成了巨大困扰。近段时间杨幂方面也是一直针对自己撩汉传闻进行澄清否认，毕竟这段时间一直闹得沸沸扬扬。当然除了夫妻俩的感情方面的争议外，女儿小糯米的抚养权等问题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话题。众所周知，作为当红小花，杨幂的工作一直非常繁忙，不光影视代言不断，而且旗下还有将近十家公司，基本上一年到头忙个不停，因此自然和女儿相处的时间极少。根据媒体爆料，三年来杨幂和女儿相处时间只有37天，可以说母女见面次数少得可怜。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很少看到杨幂和女儿小糯米同框，甚至有人吐槽杨幂和张大大出游同框的次数都比女儿小糯米要多，杨幂也因此陷入了不是一个合格称职好妈的质疑。不过对此杨幂却回应自己一直注重保护女儿的隐私，尽量避免曝光女儿，即使去香港看女儿也是悄悄前去。近段时间更有网友晒出疑似杨幂的朋友圈，从文字中完全能够看得出杨幂对于外界传言的愤怒，努力澄清自己生产陪伴小糯米的辛酸过往。这道朋友圈也被质疑杨幂是否有和刘恺威争夺女儿抚养权的节奏。如今小糯米已经4岁了，自杨幂和刘恺威离婚后，这段时间一直跟着爸爸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自和杨幂离婚后，刘恺威一直极少现身，因此杨幂的前公公刘丹一直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。近日刘丹驾车外出，被媒体问到小糯米的话题，镜头中的刘丹神采奕奕，精神大好，似乎完全没受儿子和杨幂离婚的影响。在被问到孙女小糯米是否有想妈妈杨幂时，刘丹这样答道，他想着玩。对于这个答案，网友也是纷纷感叹太扎心了，或许杨幂真的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太少，因此在亲密程度方面远不及爸爸和爷爷奶奶们。如今小糯米才4岁，可以说妈妈的陪伴相当重要，一旦有所疏忽，母女间关系也会变得疏远了。一直以来杨幂虽然结婚做了妈妈，但是在很多人眼中一直都是少女人设，更因为和众多男星的亲密行为被陷入撩汉的争议，再加上杨幂一直忙于工作，陪伴女儿时间太少，因此大家觉得她在做妈妈方面还是有所欠缺。对比起来，同样是一线女星孙俪家庭事业样样都做到了兼顾有条不紊，